刘真作为一级的主饶舌的团体作品中，经常以帅气的形象示人，歌曲分配也大多是 rap 或是低音。今日这位 P 是做刘真的 solo， 完全跳脱出定位框架的刘真，折戟的舞蹈、饶舌的表现，选择了故事感的 MV 作为第一次个人单曲，人与画面的表现力都很完美，真的会以为在看王家卫的电影呢。刘真透过第一次 solo 的歌曲，展现出了不同面向的魅力。期待1月8号完整版音乐的释出啦！